男子理发，上海人俗称剃头，扬州理发师傅称之为鸠山头。在当时，能听懂理发师傅行话的也算是很内行的人。老早的理发师呢，不叫理发师，那叫老球。阿拉帮人家剃头，不是叫剃头，叫球山。弄头不是像座山一样嘛，所以讲叫球山。那么吹风呢，不叫吹风了，叫轰一轰。洗头叫汪山，不叫洗头。老叫就是一直盯牢侬的，是侬的叫老。比如门口头一个人来了，我就叫侬，哎，侬老叫来了。侬来寻侬的，叫老叫。来的地方所以大家才好剃的，叫叫老。头剃好了，收钞票了，不叫收钞票，叫收把戏。那么人家顾客嘞，把伊消费嘞。我讲小飞啊，叫小八。哎，大哥，有空吗？有空，请。理发是很多扬州人谋生的手艺，要想在这个行业里立足，就必须勤学苦练。看过电影《三毛学生意》的人都记得“挺胸吸肚，首要箩筐式”这句台词，这正是剃头师傅学徒时要练的基本功。还要功夫啊？没得功夫就行了嘛。样子要站公子色，搁公子色，要挺胸削肚子，胸要往前头挺，哎，肚子往里头缩，哟，充实喽，手要练得箩筐式，箩筐什么东西啊？箩筐不是个圆的，哦，肩膀高，手要平。解放前后，学生一进去，精力好点啊，要练习本功，就修眉呢，要做，天天要练，来了还那个挺胸削肚子这样子，就那要做了。手握了，高头把八杯水，杯水掉下来，手拉起头上来了。侬想做理发的话，你要早上摇到这个车上，这个车上这个搿样子摇，搿样子摇，平伏起伏搿样子摆平，手摆平。啊，女生嘛，你来刚洗了，这手上一把这个转，你30分钟，因为侬搿张基本上熟练了以后是勿啦？侬到人家面孔高头刮胡子，女的刮胡子就不会得开口子。女生嘛，到人家头上吹风嘛，不会得拉人家头发。我读的辰光，阿拉爷天天半夜头把我叫起来，这个搿摇刀啦，割鸡头的，这个来刀，就像侬修一样，搿割鸡头的像顾客的一只下巴一样，侬要这个关节骨了，搿关起来这个修。刚刚顶起来了嘛，阿拉爷们告我，搿种女的失调，拉的要层次要清爽，对勿啦？要确保透明搿种，女生嘛搿种不浪漫，要使得平滑光滑。学生意的时候都会每天早上都会训练，包括我在当时星星学校里培养学生的时候，每天都让他们练功，也就是说练摇刀这一块，就是说每天就是挺胸吸肚收腹，保证三个动作，然后呢把这个手腕用先抓一只那个笔抓在手上。搿辰光大包头多，大包头是搿能介前头朝后头，前头朝前头冲出来。大包头就脱侬往后头个叫大包头。勿是，前头要出来个。前头是花一点。老早脱万字领啊。目前还是迟到。搿现在勿一样，老早脱万字领。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发型，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沪上男子流行三七开发型。这款由新新美发厅理发师设计出的男子发型具有俊美与阳刚之气，一经推出就风靡上海。解放之后，老同志们翻身了之后，当时搿辰光呢，理发行业也同样也为劳动大众啊设计出一批新的款式、新的发型。搿辰光就譬如讲青年色、波浪色、青年波浪色。搿种个传下来个叫帕克色，帕克头、帕克色，后头又称为金链色。包头伊勿分头颅，往后头梳个，搿只物拉到前头来。伊个头就是像大兵一冲出去，叫前冲山，头发了叭拉起冲上去，笔叉叉个，像葱油饼一样，那就葱油饼头。分头呢，就是朝一面方面，这边高个、啊，头高个、啊，有点掐丝叫分头。三七开，一根头颅杀青，杀光。人家开玩笑有两句闲话，叫苍蝇叮咚了腿，蚊子飞上去，粉碎性骨折。那还有飞机式，
飞机只短途路，打两公分的搿短路，前头像阿西帽子一样刺的。老早用这个金刚钟、凡士林啊，大家。老早嘛是大包头啊，啥物事侪是油，搿种凡士林个贴上去油，一次油一抹，抹了油，搿是刺上去杀光。啊，看上去人家是刺刀上去扎伤，哎哎哎，就是，所以苍蝇长起要跌到骨折，就是，就搿种是讲笑话，哎呦，那。一种发型的流行，除了理发师的设计之外，还有来自电影明星的效应。上海戏剧学院退休教师范和生认为，电影明星在银幕上的造型，往往会影响当时人们的时尚观念和审美标准。那么欧美电影明星，各种打扮对上海的年纪轻人讲是老有吸引力的。所以上海实际上在30年代辰光，交关物事了，侪有得好莱坞明星的影子了里向。所以在上海老早是呢，是年纪轻人的，就是基本上是从电影、从这个画报当中看到物事来模仿。辣辣50年代辰光，好多都是从电影当中翻拍过来。譬如当时有只德国片子叫《柏林情话》，一放之后不到一个礼拜，上海马路浪向侪是搿只投影出来了。后头来叫《柏林情话》式。搿理发师聪明蛮聪明，伊一看这个电影，搿只发型哦，伊说微信马上翻出来，快不得了。能一翻出来嘛，你晓得哦，《柏林情话》是搿套书，搿师傅是老灵哦。1958年，上海成立了第一个理发培训班。培养了一批男女理发师，然而受到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女理发师上岗后几乎无人问津。那个时期，由王丹凤主演的电影《女理发师》就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这个社会现象。你们这儿有没有男的？啊？我们这儿男女都剪的。不，我是问有没有男理发师。丁少人没去过，交关人不肯上去。有点风气迷信思想，这个头发被女人摸，一摸出眉头了。哎，同志，请你稍微剪一点。啊？天冷，我想留长一点。女理发师实际上就是表演阿拉当时辰光第一代女的理发师的那个故事，是王丹凤演的，这个是当时辣辣60年代风靡一时。那么从此中国又开始有女理发师，听说没个？谁女的？